Hello， 在银行业我们要如何打造体验经济呢？丹麦的 Jysk Bank 用全新的经营概念打造了 Experience Bank 体验银行，它是丹麦的第二大独立银行，员工不穿制服，气氛轻松，空间完全以 bar 的概念做设计。例如他们有 coffee bar， 你可以在这里喝咖啡，然后填写你当天要处理的项目，接着把单子拿到 money bar 去办理。它也有一个迷你的图书馆，你可以在那里阅读金融相关的书刊还有产品。如果你想要了解 Jysk Bank 的产品，你就可以拿起它的包装到 test bar 去刷过条码，你就可以看见两分钟的影音介绍，省去了厚重的阅读还有烦人的口头推销。 Jysk Bank 也利用电浆电视宣传最新的消息，所以不论是有形的无形的，只要你能够掌控感情、知识、空间还有感官上的沟通工具，你就能够打造体验经济。